欢迎晒咁多位啊，又嚟到小沙捞嘅直播时间啦。OK， 嚟到礼拜四，咁啊又开始我哋嘅 Pokemon Master 嘅时间啦。咁啊，仲有一个礼拜，应该少于一个礼拜添啊。OK， 咁啊，任天堂咧正式会推出新嘅拍组啊。OK， 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入去玩啦 ，OK？ 咁啊，小勇沙又可以同各位粉丝一齐开心玩游戏呢 ，OK？ 咁我哋又嚟了啦，加油啊大家 ，OK？ 咁啊，即刻嚟到我哋里面，咁又听到一只非常之舒服嘅新年歌啦 ，OK？ 非常之正啊！每一次入到嚟呢度咧，都听到一只好正嘅新年歌嘅。咁啊，事不宜迟啊，即刻 join 大家先啊！咁等紧大家入嚟嘅时候咧，咁啊，不妨咧，咁啊，即刻喺活动里面，咁啊，即刻刷住先啦，我等大家入嚟 ，OK？Hello， 欢迎 Ken 可以入嚟，可以入嚟帮手嘅。我哋就第一回合开始打气嘅，咁啊等粉丝入嚟啦，可以加油嘅。我打咗一场第三场先嘅，系啊，大家等大家入嚟啊，等大家入嚟啊，加油加油加油，等大家入嚟啊 ，OK。海晴女粉丝海晴想问系咪有粉丝生日啊嘛 ？OK， 今日1月9日 ，OK。咁我准备嚟啊，加油！我哋配住外面嘅人先，哇，即刻嚟啊！大家觉得估到觉得有边个生日啦？今日会，大家估都觉得今日有边个生日 ？OK， Hello， 欢迎 Ken 可以入嚟帮手啊 ！OK， 等你嘅支援 OK， 跟住就 Hello， 欢迎陈俊峰 OK， 加油 OK， 你系咪想刷？你系想刷我同你一齐刷咯 ，Ken， 你系咪想刷地面 EX 啊？而家有冇高强嘅粉丝喺度？我哋三个一齐打地面 EX OK。有冇高强嘅粉丝喺度 ？OK， Hello， 欢迎同高华人 ，Hello， 嗰个非常之正啊，哇，咁震对方而家 ，Hello， 欢迎新老朋友 Matthew 有冇攞出你嘅 Pokemon 出嚟同我一齐玩 ？OK， 我哋一齐拆关噶，一齐拆关啦，拆第二关，睇俾小勇沙睇下你啲劲嘅 Pokemon 先 ，OK， 非常之犀利嘅，真系 VS Matthew 嘅。Matthew， 你会唔会参加嚟紧嘅 Call of Duty 同埋足球小将嘅比赛啊？你系 HKCC 嘅亚军嚟嘅，你系 OK， 咁啊非常之正啊 OK， 咁啊即刻嚟了啊 ，Hello， 欢迎新同高华人，同高华人都可以上线一齐拆啦 ，OK， 倾倾你想拆可以同你拆，冇所谓 OK， 跟住就睇下先，考前叫我睇下先，不管你有冇都咁样生日快乐，因为我听日定考试 OK。thank you 曬啊 ，thank you 曬啊 ，OK，thank you 海晴點都嚟支持啊，小勇收啊，非常之 thank you 曬女粉絲海晴 ，OK，good night 啊 ，good night 啊，女粉絲海晴 ，OK， 晚安啊 ，OK， 跟住另外仲有 ，hello 歡迎超級粉絲啊 ，Black，OK， 你稍等一陣啊，稍等一陣啊 ，OK， 工作人員整緊 call in 嘅，整緊 call in 嘅，你等等佢哋 ，OK， 你可以 log in 入嚟先喎，你可以 log， 我可以招你入嚟玩先 ，OK， 我而家拆緊每日嗰啲 ，OK， 同大家一齊拆而家 ，OK。Hello， 欢迎田长班 ，Hello， 冇问题 ，OK。田长班谂住报 Call of Duty 同足球小将嘅比赛啊，嚟紧嘅新年嘅足球小将比赛，非常之正嘅，非常之正嘅 ，OK。咁啊，即刻嚟啊，大家加油 ，OK。咁啊，同大家讲啦，其实今日系杀新丸嘅生日嚟嘅，非常之好啊 ，OK。咁啊，准备嚟啊，准备 go 啦 ，OK。我见粉丝好似唔系好知道系边个，咁啊，话俾大家知 ，OK。今日系杀新丸粉丝杀新丸嘅生日啊，非常之正嘅。咁嚟你都继续嚟啦 ，OK。咁啊，结束对战嘅嚟 ，OK。大家上线啊，上一线话我知啊，上一线话我知 ，OK。咁啊，工作人员整紧 call in 噶啦，整紧 call in， 大家等等啦 ，OK。捉少 OK 系嘛，可以冇问题 ，OK。咁啊 ，Matthew 都报埋名，帮你 mark 低先 ，OK。咁啊，放心，工作人员会统计翻大家嗰啲时间啦。Matthew， 你边一日大概边一日 OK 嘅？大概新年之后边一日 OK 嘅 ？OK。因为暂时咧，而家工作人员咧就定咗个日子咧，大概你预翻系应该会系喺之后啊，即系年初一之后嘅 ，OK。咁啊，有机会可能系初七人日啊，有机会初七人日 ，OK。因为收集到全球嘅粉丝参加足球小将啦，同埋系 Call of Duty 啦，咁啊，所以咧会分开两日嘅，会分开两日，有机会系有初七人日嗰日啊，礼拜五啊，即系礼拜五初七人日嗰日啦。亦都有机会是初二啦，初二亦都会有嘅，亦都会嘅，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嘅。咁 Matthew 留意翻，如果你冇固定你想边一日嘅话咧，咁你就留意翻之后工作人员公布日子啦嘅。咁而家刷住先啦嘅。有冇粉丝上咗线？有粉丝上咗可以招埋你哋啊，不如招你哋，你应该上咗线啦，试下招下你哋先啦嘅。可能你哋已经上咗线啦嘅，出发先，招下大家入嚟帮手先啦嘅。
咁啊，招你哋先啊 ，OK， 见到你喺度啊，咁啊，即刻招啊你先，亦都见到 Matthew 喺度，招咗两大高手啊嚟帮时候帮手先 ，OK， 非常之犀利 ，OK， 咁嚟啦，招埋大家，招埋大家，咁啊，第一阶啊 ，OK， 咁啊嚟啊，招大家 ，OK， 咁啊，招紧大家。留意翻笑完英雄山我直播紧啊，系啊，其他 artist 如果联络我嘅话，可能一阵间之后我先答复翻你啦 ，OK。咁啊，准备嚟啦，加油啊，大家嚟啦嚟啊！咁啊，直播完咗笑完英雄山我先复翻你啦 ，OK。咁啊，准备嚟啊，大家加油！咁啊，准备嚟了，大家加油啊！咁啊，等紧大家入嚟啊，等紧大家嚟，0172422849啊，0172422849 ，OK。咁啊，等紧大家入嚟啊，加油加油加油！Matthew 可以入嚟帮手喎，哇劲啊 ！Elvin 已经入咗嚟啊，非常之快 ，OK。Matthew 你都可以入嚟啊 ，Matthew 你都可以入嚟 ，OK。Matthew 你都可以入嚟啊，加油 ，OK。Hello， 欢迎晒，系啊 ，Con 已经开咗啦 ，Hello。好嚟料啦，嚟料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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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加油，加油。好啦，嚟啦，嚟啦，加油，嚟啦，加油啦。系，请讲。是啊，听到啊，你 call in 咗嚟我哋直播现场啊。OK， 嚟你要加油啦。你点啊？哇，好劲喎！你练咗只神兽出嚟啦，你。咁劲？哇，好劲！哇，好劲啊！哇，成个火球咁撞埋喎。Hello， 生日快乐啊，沙生月。啱啱笑容收公布咗你生日啦，已经。系啊，哇！你都好劲，我哋咁，哇！我哋完全 O P 喎，正。喂，咁唔得噶喎，咁样我哋咁 O P， 点算啊？你太坚啦，嘅。咁咪好咯，咁咪好咯，嘅。系，请讲新年咁忙，最好就系少啲活动啦，嘅。即系我讲系游戏嘅活动啦，嘅。系，请讲。是啊是啊是啊，一阵间同你哋放心顺序玩我哋嘅嘢。系啊，大家都同阿沙欣苑讲生日快乐，非常之好嘅。生日快乐。系啊，有粉丝正 call in 入嚟我哋直播现场同你讲生日快乐，非常之好。咁啊嚟啊，咁啊啱啱嗰个 Elvin 嚟嘅 ，Elvin 同你讲生日快乐，啱啱嗰个。咁啊嚟啦，我哋继续嚟啊，咁啊加油，咁啊我哋继续杀落去，我继续招翻大家入嚟玩嘅。咁我留翻每日任务同大家一齐玩嘅。咁啊出发嚟啊！咁啊，沙欣苑都非常之有礼貌啊！粉丝沙欣苑即刻同大家讲 thank you 嘅。咁啊嚟啦，又招大家入嚟玩啊，加油嘅！咁啊招晒大家入嚟，非常之好嘅。咁啊上届嘅 HKCC 亚军，今届都会参赛嘅。团长班，你会唔会谂住都参加？可以再一次同 HKCC 嘅亚军Matthew 玩嘅，争个边先 Matthew 玩可以嘅。咁我准备嚟啊，加油 ，OK。咁我准备嚟啊 ，OK。系啊，非常之正，有生日蛋糕添啊 ，OK。不过系真爱 VNC Matthew， 大家可以喺下面加入成为真爱 VNC Matthew。咁我嚟啊，咁我即刻嚟啊，出发。咁我即刻同 Elvin 同埋 Matthew 又嚟了啦 ，OK。系啊，而家嚟啊，而家嚟啊，非常之好 ，OK。系啊，佢又同你讲生日快乐啊，哎呀，同你讲。下面可以加入成为 VIP 粉丝同埋传说级别嘅 VNC， 请讲。真笑。唔系啊，加入真爱 VNC Matthew 啊，即系加入 VNC 啊嘅。咁啊嚟啊，力量强化嘅一个 buff 啊嘅。咁啊，跟住一个地震，非常之正 ，good 啊嘅。哇，打中咗对方好嘅喎。哇 ，Matthew 嗰只 ，Matthew 你升到几多啊？你嗰只嘢而家，你嗰只神兽八十。诶，几多啊？升到几多啊？哇，咁犀利啊！非常之犀利。哇 ，Matthew 快出大比了喎，好劲喎嘅。Matthew 非常之犀利嘅，非常之正。诶，搞掂咗啦！哇，咁快嘅嘅。Elvin 一招又搞掂咗佢啦嘅。我哋太夸张啦，我哋嘅实力实在。咻一声又搞掂咗佢，非常之正嘅。睇得到吗？非常之 good 啊嘅。Matthew 你抽唔抽到竹篮或者启暴龙啊？你仲未抽到咁惨啊？超
三个三只芙蓉，芙蓉好中意你喎，睇嚟 OK， 芙蓉超喜欢你喎，咁样啫。系，请讲。系。Hello 加其实有用噶，我觉得 Hello 加速度唔差嘅，佢速度同埋佢嘅实力都高嘅 ，OK。冇点样冇彩眼啊？哦，即系唔系彩色，你都中我上次都试过啊，上次都试过无端端就中咗，都有试过。系啊，都有试过无端端，但系 Hello 加系有用嘅，我觉得 Hello 加系除咗大髀鸟之外，速度系最快嘅，所以都系非常之正。我好中意啲速度快嘅，所以其实我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中意大髀鸟多过竹篮嗰只烈牙绿晒，因为速度快嘅，速度快其实几紧要。因为你速度快，你想喺下面条棒扎得快咧，咁你就可以出多几招打人。所以点解我咁中意用大髀鸟就咁解嘅。咁但系当然竹篮都好犀利啦，毫无疑问地。所以竹篮系打密攻嘅，即系物理攻击，而大髀鸟系打特攻嘅。咁所以两只都系非常之绝嘅。咁希望大家，所以而家 Elvin 有晒两只系非常之正嘅。你系咪好似都有大髀鸟啊嘛？你都有 Elvin， 我知道你有竹篮啦，系咪？你冇大髀鸟啊？诶，咁即系你同 Matthew 一人一只喎，真系。Matthew 有大髀鸟，你又有烈牙绿哨嘅。Okay。 如果有晒两只嘅，会好劲嘅。Okay。 不过好难噶，好难会有人有晒两只噶啦，真系。哦，系啊，我有，系赵元英先生有，你又讲得啱嘅。咁，赵先生玩得耐啊嘛，嘅玩得耐啊嘛嘅，所以我有晒两位粉丝拥有嘅强项啦嘅，但系唔紧要，我相信粉丝好快会有嘅，加油加油，希望啊，但系 Maple 你而家抽紧启暴龙定抽紧烈牙绿沙 ？OK， 非常优啊，非常优嘅，启暴龙系你中意阿杜啊嘛，系咪啊？你中意启暴龙，非常优，非常优嘅。我唔理嗰个讲得啱噶啦，中意只 Pokemon 都系得嘅，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系，请讲。系啊，临尾用大旗，哇，好劲啊你！哎哟，搞掂佢。但系你系咁种荔枝啊？你系咁种荔枝啊 ？Matthew， 杀生丸报 Call of Duty 比赛嘛，冇问题啊，帮你 mark 低啊，杀生丸 ，OK。素晴らしい戦いだったわ。他问你为什么不用日神来打的，哇，山院有晒嘛，非常之正啊，竟。Matthew 报了足球小将，是啊，麻烦工作人员抄低，另外杀新院亦都是报 Call of Duty 的比赛的，竟。咁啊，加油啊，加油，竟。其实 Matthew， 其实我觉得你 COD 都 OK 的，如果你喜欢可以报埋 COD， 如果你喜欢。因为我觉得 Matthew 你玩 COD 都 OK 的。不差的你玩 COD。有机会可能拿到春季锦标赛第一名喎，有机会。但你冇谂住志在参与啊？你冇谂住志在参与啊？招咗你哋先啊！招咗你哋先，招咗你哋先。但你系中咗边只啊？而家系中咗边只啊？芙蓉即是那隻彷徨夜靈啊，即是那隻。OK， 咁你彷徨夜靈应该升到好高呢喎，佢係一隻非常之劲嘅坦加 support 嚟喎。好废呀嘛，佢唔係一隻攻击型囉，佢唔係一隻攻击型囉。可以啊 ,KK 你可以一周排 PVP 可以。咁惨啊，电脑打车芙蓉啊。但芙蓉其实坦得幾好喎。系啊，你可能系个呢数啫，你升高少少就得噶啦。系，请讲。最高噶啦。最系啊系啊系啊，一早十一点玩 Call of Duty 系。朋友 Alice Man 都报埋 ，OK， 帮你 mark 低埋啊。Call of Duty 啊嘛，佢报 OK， 我帮你 mark 低 OK。咁啊，麻烦工作人员留意翻啊 ，Alice Man 都会报嘅 OK。系，请讲。
哦 ，OK OK， 唔紧要，可以听日同你玩都得嘅。听日礼拜五都有 Call of Duty 嘅。就佢一点啊 ？Elvin 叫你参加啊 ，Matthew 佢觉得你都有机会赢。系点样？请讲。哦，你十二点瞓都得系嘛？非常之好，咁可以同你玩一个钟啦，啱好。咁啊，准备嚟啊，加油加油！因为 Elvin 同 Kelvin 都报咗名 Call of Duty 啊，你都可以玩埋 Call of Duty 噶。咁啊，准备嚟啊，加油加油！系，请讲。系啊，一阵间会有 Call of Duty， 放心，一阵间会有。一陣可以招埋大家玩 Call of Duty， 放心。可以可以，哇 ，Mavie， 哇 ，Mavie，Mavie 好勁喎 ，Mavie 你嘅狼人幾多呢啊？一嘢搲死咗佢喎，85啊 ，OK 都非常之高啊，非常之高。睇嚟你好多都85咯，已經三隻都85咁犀利啊，非常之好啊，已經咁。神兽啊嘛 ，OK， 神系，请讲。乜嘢啊？边只啊？边只啊？你讲边只先？你讲边只先 ？Call of Duty 做乜嘢？我话都叫得通啊。Call of Duty 应该要睇时间咯，时间咯 ，OK， 我哋会尽量衡量翻时间啦。系，请讲。会顺住玩，会顺。你想开第三级啊嘛？可以可以。你未打第三级啊嘛？系，请讲。点样点样？请讲。可以，我而家攞埋，我而家开埋俾你，开埋俾你同 Matthew 放心。系，请讲。你到时候睇下有冇其他粉丝，如果其他粉丝玩都要让下其他粉丝嘅，因为都要等嗰个粉丝都有机会玩。不过放心啦，好快有得玩嘅啫，放心轮住玩嘅啫，好快有得玩。咁啊，招晒你哋两个入嚟噶啦，已经。你入唔入到我哋三级？系啊 ，Matthew 摆晒三只够嘅 ，Matthew 摆晒三只够。哇 ，Matthew 非常之犀利啊 ，Matthew。Matthew 连三级嗰个战力都够啊，非常之劲啊！我嘅绝版小智强好难挡啊嘛，都系嘅，都系嘅 ，OK。哇，非常之正啊！竹兰又嚟啊！有粉丝啊，之前喺呢一两日咧问我，问我 Pokemon 里面嘅，问我究竟系最中意边只？其实大家估唔到，考下你哋估唔到我最中意边只？考下你 ，Matthew 你估唔到我最中意边只？或者 Elvin 估唔到我边只？或者 Kelvin 都可以估啊。Matthew 觉得呢？加油！点解你哋会？点解你会找到个点系速度快嘅？点解你会谂到？哦，哇，非常之细心喎、啊，嘅睇嚟啊 ，Elvin 系咪读书都好叻噶？非常之犀利啊！咁系咯，咁细心可以将条沙记得嘅。其实你哋两个讲嘅嘢都系啱啊嘅，一个就系 Mabel 就谂边个速度最快咧，跟住啊 Elvin 就估到正，系估到系大比了嘅，跟住正阿同工和人又估到大比了，其实真系我系最中意，暂时嚟讲系大比了最中意，因为大比了佢嘅速度最快嘅真系，佢嘅速度真系超快，佢系我的王牌啊而家系，系请讲。我哋得条直奔队 ，Mabel 即刻换咗大比了出嚟。不然你感觉这样问题打给你出来了嗨、okay、请讲是啊你估不到我喜欢哪一只 Kelvin 你会不会像哥哥或者 Matthew 那么厉害估到、okay、估到我最喜欢哪一只是啊他大忌大忌不过我哋应该顶得住嘅，系咯，你一只顶唔住，你一只顶唔住。阿 Matthew 只大比鸟仲顶到，仲顶到。啊，
你喺度做乜攞只皮卡超出嚟嘅 ？Alan 俾只皮卡超，俾只原始 ，OK。哇 ，OK， 好唔紧要，我派出第二只，去啦 ，OK， 系啊，哇嚟啊，系啊，但系俾你估中咗啊，知你叻啊 ，Kelvin 同山远都叻啊，好劲啊 ，OK， 系啊，到你，哇，你出大注、啊，闪电冲击射过去 ，OK， 哇，好劲，到我啦，我 Mega 进化。见识系黑狗嘅厉害啊 ！Mega Shinka， OK good， 成只唔同咗即刻，系啊，准备嚟啊，恶之波动肥过咗啫咩？准备嚟，诶，出大绝 ，good 啊！你要带俾呢个马放只大标出嚟，同你一齐合作，等我哋同属性可以相得益彰。咦，做咩你换咗第二只？你啲大标要瓜咗啊，啱啱？哦 ，OK， 明白。哇，对方出阳光喎、啊！哇，好劲啊 ，OK， 等我解决佢啦，等我解决佢啦。OK， 747击中要害，放心 ，OK 嘅。系啊，到你十万伏特，到你十万伏特。OK， 掂啊！对方认真喎、哦，出大招喎、哦，你死啦咁慢拧，系、哦、OK 喎、哦，放心啦，我哋要帮埋 Elfin 手，我哋要搞掂埋佢 ，OK 嘅 ，OK 嘅 ，OK， 系啊，空气利刃，而家空气利刃紧，搞掂佢啦！仲争一下，仲争一下，好劲啊 ！Mavie， 哇 ，Mavie 都仲争啲，对方流星点冲啊！哇 ，OK， 唔紧要，我 OK 噶啦，空气利刃搞掂佢啦。做咩嚟啊？做咩嚟啊？空气利刃，搞掂佢，击中要害 ，Yeah， 最后大比要赢。即系有两只大比都赢咗，同 Matthew 两只大比都赢嘅。負ける気がしないって。非常之正嘅嘅。大逼哥啊嘛，沙滩员，沙滩员帮大比都改咗做大逼哥嘅。非常之正，非常之正。好啦，帮佢攞咗，使唔使做埋开埋第一嗰个啊？你使唔使开做埋第一嗰个啊？你 Elvin 使唔使做埋第一嗰个啊？每日任务嗰度你哋做咗一二三嘅啊？即系你头先话开三俾你，等你哋两个做咗三嗰个每日啊嘛，咁你哋一嗰个做咗未啊？一嗰个你哋做咗未？如果未做，我就同你哋做一场一；如果做咗嘅话，我就开二咯。你哋做咗一未啊？做咗一未啊？做咗？系啊，即系下面嗰个最好最容易嗰、那个。哦，即系 OK， 咁得，咁我做二啊 ，OK， 咁朋友会都系嚟啊，招你哋两个啦，加油！咁啊嚟料啦，加油啊，加油啊嚟啊！咁啊招你哋嚟 ，OK， 同朋友一揽招，咁啊嚟啊，又招你哋两个，非常之犀利啊 ，OK， 睇嚟阿 Matthew 已经升到三只都爆五啦，非常之犀利。咁啊准备嚟料啦，加油啦！系啊 ，Pokemon 图鉴嘛你。你有边个 Pokemon 图架？有边个 Pokemon 图架？咁犀利啊，非常之犀利。系啊，见到你用黑妹啊，见到黑妹其实 OK 嘅狼人，岩石系嚟嘅 OK。做咩咧？对方系钢系啊嘛，钢梗系硬过岩石，系梗系黑唔到啦。你有冇见过岩石可以揼得烂啲钢咧？冇试过啊嘛，咁所以岩石系会系比钢黑嘅。系啊，反翻转钢系黑到岩石咯，系啊，因为佢够硬。哇，非常之正啊，效果极佳。哇，你话都冇咁快搞掂咗对方两只啦，已经。
希望 Matthew 快啲中到，中到睇暴龙啊！加油加油加油！系啊，希望系中到睇暴龙。中到你唔要边只？你会换边只啊？你会 ？OK OK。你最想系用睇暴龙再加边两只啊？你最想？哦，俾人呢只，哇！呢个都几强嘅组合嚟噶。素晴らしい戦いだったわ。你做晒嗰啲每日任务未啊？做晒啲每日任务嗰啲未啊？但系佢每日都送一千嘅，你攞晒一千啦已经。佢之前咪每日送一千噶嘛？每日上线佢都送一千俾你噶嘛？哦 ，OK OK OK OK。不过你又真系惨啲嘅，连中几日都系嗰个彷徨夜灵，太夸张啦咁啊真系。因为其实基本上佢今次嗰两个铺都系好易抽到五星，但系问题就系睇你中唔中到阿启暴龙同埋阿烈阿洛沙，因为好多粉丝有啲会中歪嘅，好似嗰日 Elvin 都喺直播嘅时候先中到就好恭喜佢咯，佢中到竹篮啊！嗰日喺直播嘅时候，喺视频睇直播嗰日中咗竹篮，系啊，我知道了你下次有石嘅就留翻喺视频睇直播嘅时候抽。或者你攞住我的头像的时候跟住去抽，咁你就应该会有机会会中到，系啊，会中到睇暴龙。咁啊，等阿 Matthew 入嚟，系啊，彩色啊嘛，嗰次系，系啊，而家等 Matthew 入嚟，而家等 Matthew 入嚟。杀身丸都有大髀料啊嘛，非常之好嘅，大髀料真系好用啊，好实用啊，大髀料。大髀料是非常实用的 ，OK。好啦，嚟啊 ，Go Go Go。Hello， 欢迎全雪级别嘅咧，中意眼师 Ken 声 ，Ken 声，请问你中咗启暴龙未啊？请问你中咗竹篮未啊？你啊 ，Elvin 话你未 ，OK， 你中咗未啊？想问啊，Ken 声你中咗未啊 ？OK。Elvin 嘅嗰次直播中咗之后，佢而家系咁喺度问人哋中咗竹篮未？中咗，跟住成日你又喺度问嘅，你中咗竹篮未啊 ？OK， 跟住多人哋问翻，咁你咧，跟住话我直播中咗啦，已经我喺视频睇直播就中咗，俾人知啫，俾人知爽啊你！跟住 Matthew 咗，中咗五隻咧。跟住人哋问你中咗五隻咩？中咗五隻彷徨夜灵嘅，好彷徨啊！中到真系好彷徨。系咯，真系好夸张嘅。呢啲咪叫做五星彷徨咧？呢啲叫。跟住就同嗰王就话差阿杜中唔到阿杜嘅。咁惨啊！同高华人做唔到阿杜喎，同高华人又系想要启暴龙喎，加油啊！加油 ！Jaco 中咗咩啊 ？Jaco 中咗咩啊？佢不停中咩？佢不嬲都有好多嘅，成日都系 show off 唔同嘢噶嘛，成日都。系啊，抽到福爷咯佢。系啊，佢成日都抽到福爷咯佢。如果你要怎样可以查下中福爷的话，你要请教一下 Jaco 的。怎样可以下下中福爷 ？Elvin， 你会不会请教啊 Jaco 怎样下下中福爷啊？你冇福爷啊？你讲真的，你讲真的 Matthew， 你冇福爷啊，真系。净系你自己中了都不知道啊，定系你自己中了都不知道啊 ？OK OK。福爷三星嗰只草系嗰只，系啊，系啊，喇叭牙，系啊，冇乜可能冇福爷噶，好难冇福爷噶真系，系啊，福爷三星应该大家中齐晒噶咯，应该，
系啊，正常三星应该中齐晒嘅，因为佢而家又唔系话真系三星超多，但系五星系真系难中嘅，五星真系难中嘅，五星真系。我知道。佢但你已经连环中咗好多只彷徨夜灵咯，你已经五星中咗好多只咯。做咩 Elvin 咁开心？中晒彷徨夜灵，好想试嘅。但你冇办法，阿杜同埋阿竹兰都一定要喺佢个固有铺先抽到，你冇得拣另外一个铺抽。我赞成杀身院所讲嗰样嘢嘅，系请讲。系啊，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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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只啊，三只彷徨夜灵啊，一个十抽里面三只。哦，一隻 ，OK， 冇啊，冇人夠你勁啦 ，Matthew， 你擺明係四天王格啊，即係擺明你係天之驕子，擺明係四天王，仲要係豐原地區嘅四天王，非常之犀利。豐原地區係第三世代，彷徨夜靈嘅第三世代嘅四天王，非常之犀利。下次铺佢唔会摆阿杜同埋阿竹兰入去咯，佢会等之后先至咯。因为暂时嚟讲，佢会系将阿杜同埋竹兰当系一啲特别铺咁样限定时间出咯。但系之后会有机会出翻俾大家嘅，但系基本上佢而家会系暂时 hold 住先咯。即系佢会系之后完咗廿二号完咗之后就会系之后先至会再有机会佢特别点名嘅时候会出翻俾大家咯。咁啊，招呼大家入嚟啊！招呼大家入嚟。是怎样请讲？怎样拆不掂啊？怎样拆不掂啊？拆到手痕点数。是拆手痕点数那个是你要是满了的时候就可以任假一只咯。你争几多啊？你争几多？你留意喎，因为廿二号截止喎，嗰个铺。如果你廿二号之前你抽到够数，你系可以换一只，你即刻可以拣系启步龙嘅，你可以拣。一七佢四百啫嘛，即系你仲争二百几咯，仲争二百几咯。系，请讲。系啊，争二百几就可以。点样啊？点样？嗰、那个拍早点数咪就系爱嚟当你够四百嘅时候可以换咯，可以换一只你几中意嘅嗰个铺里面任何拣一只咯。系啊系啊，系请讲。佢唔系一抽一点，佢系一抽三粒，即系一个十年抽有三十，一个十年抽有三十。你计到条数咯，我帮你计计啊。麻烦工作人员有冇计数机？有冇计数机？冇喎，工作人员话冇计数机喎。你哋计计啊，四百除三十咯，四百除三十咯，系啊，四百除三十咯，系啊。咁你就会知道要几多个十年抽咯。系啊系啊系啊。素晴らしい戦いだったわ。应该系二十个十年抽喎，系咪二十个十年抽啊？应该。应该是二十个十年抽就 OK 嘅，系啊，非常之犀利，加油加油加油！唔系你三十抽，即系三个十年抽啫，你只系三个十年抽啫，佢要二十个十年抽啊，二十个十年抽，系啊系啊系啦系啦，咁啊，因为招大家嚟，招大家嚟。唔会四百嘛，每一个十年抽有三十啊嘛，每一个十年抽有三十，你要去到四百，即系四百除三十，即系一，跟住就剩翻一百啦，一百再除三十，即系一，咦唔系好似十三次就得咯，好似十三次十年抽就得咯，系应该十三次十年抽就得啦，应该，系啊，即系十四次十年抽啊，十四次十年抽嘅啫。
14次10連抽就保底嘅，基本上。所以 Maverick 你只係爭幾次嘅，你加油嘅。應該正常你唔會去到保底咁慘嘅，OK。正常你唔會去到保底咁慘嘅，應該。係啊，唔會邊？你下次攞埋我個頭去抽啦，攞埋我個頭像去抽啦。咁我會嚇到芙蓉唔夠膽再出現嘅，OK。走過呀！耶，搞掂咗 ，good 啊 ，OK。阿 Ken 聲啊，全色級別咧，做咩眼睛 Ken 聲整咗個沙寶出嚟幫我哋兩隻烈咬綠沙去加成嘅 ，OK。但系 Ken 聲，你而家係我絕望單抽，仲要單抽中咗烈咬綠沙喎 ，Ken 聲話。听声话单抽中咗烈咬绿沙，唔夸张。系啊，我都觉得好惊奇，单抽好难中喎，真系。单抽系超难中。系啊，我有机会，但系我试过真系单抽系中唔到嘅。我试过单抽系中唔到任何嘢。系啊，我试过收十个单抽，收十个单抽系乜嘢都冇。所以自此之后我就唔再单抽。十年抽始终你啦，好似起码 Matthew 咁啊嘛，次次都中只五星啊嘛，系啊，唔系啊，即系讲真系嘅，你一个十年抽点都中五星啊 ，OK， 非常之好啊 ，OK， 初格即刻做翻个 VIP， 非常之好啊 ，OK， 非常之 good，OK，thank you 晒 Joker，OK， 咁啊非常之好啊 ，OK， 系啊，而家整紧，系点样听讲？你中咗咩啊？咁搞嘢，有冇咁夸张啊？你又中五星，真系芙蓉咁搞嘢啊！喂，你超劲喎呢啲，系咯？点解你可以咁劲嘅啫？你呢个头像系要好似 Matthew 咁样咧？是已经是做了一段时间才会是个头像会变的。那个头像是根据你做了几耐 VIP 粉丝或以上级别才会变的。你好像 Matthew 这样是非常之劲的粉丝才会可以有那个靓靓的 VIP 字眼的。那么准备来你做多连续好多个月就会有的了，你放心啦 ,OK。那么准备来加油啦，你加油。估不到 Matthew 又中了 ,OK 啦。嗱，真愛恩先 Matthew 又喺度 show off 緊自己嗰個靚靚嘅 Simon Ice Cream 俾大家睇嘅，佢嗰個係證明係資深粉絲咁解，係資深粉絲嘅 icon， 非常之犀利嘅嘢。係啊，係，請講。因為你停咗隔開咗啊 ，Joker， 你要揀翻係剔翻係持續嘅話，你就會可以繼承翻嘅 ，OK。我要做到出曬所有效果，加油！聽聲，期待見到你變成好似真愛恩師 Matthew 咁犀利嘅嘢。太誇張啦 ，Matthew 你係十年抽啊嘛，啱啱？但係我單抽中就算係咁啦。你仲想点啊 ？Matthew 嗱，老实讲，如果个单抽中到芙蓉，我真心觉得其实有赚噶啦，真系。系啊，应该开心啊，真系真心觉得。虽然见到你中咗好多只重复，好无奈，但系其实老实讲，如果你单抽中到一只五星，其实真心觉得有赚噶，真系。你中咗乜嘢啊？你上次边只啊？边只啊？黑狗啊嘛 ，OK， 哦，嗰只都好啊，嗰只唔差，系啊，嗰只自从有咗大髀鸟之后，先至被比下去啫嘛，冇大髀鸟之前佢又好劲，二十个单抽跟住先中一只啊嘛，系，请讲，系。系，
聽聲唔係啊，仲有其他人啊，仲有其他人。有啲海外粉絲佢唔會喺聊天室度講嘢噶，但係佢會自己默默地做咗傳説級別嘅 VIP 粉絲咯。係，請講。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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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咁啊 ，Matthew 可以入嚟啦 ，Matthew 可以入嚟啦，加油！咁啊，招阿 Matthew 入嚟先，招阿 Matthew 入嚟先，招咗 Matthew， 招 Matthew， 系，请讲。系。系 ，Hello 家点样？大肥料啊！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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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人只一百二十咧？边个有一百二十咧啊？哦 ，OK， 非常之犀利 ，OK。咁啊，准备嚟啊，加油啊 ，Ken Sen 嚟啊，我哋加油。咁啊嚟啊，非常之好，非常之好。而家大家睇下 Matthew 同埋 Ken Sen 嗰两只非常之犀利 ，OK。咁啊，加油 ，OK。话 Matthew 又派边只咧？会系咪又派神兽出嚟？诶，唔系喎，佢派狼人喎、啊。之后会到啊，同高和人放心啊 ，OK。同高和人报晒两个比赛啊，报晒 COD 同埋 Call of Duty 同埋足球小将都报晒。另外啊，哥哥细佬 Kelvin 同 Elvin 都报晒两个比赛 ，OK。咁啊，准备嚟啊，加油啦！地震啊，准备。我都好想知道边个系第一届 Call of Duty 嘅冠军，同埋亦都想知道边个系足球小将嘅冠军。OK，Elvin 话佢一定系佢喎 ，COD OK。Matthew 你应该会做冠军噶咯，今次梗系唔会啦，你咁劲，点会太强 ？OK， 你系 HKCC 嘅亚军嚟噶 ，OK， 你今届就攞冠军噶啦，你上届攞亚军，今届攞冠军。OK， 阿 Ken Sen 今次都未话报名，可能今次你会嚟，今次你会赢嘅 OK， 因为唔系巴克冇喎，巴克今次巴克就系赢零咗，好我发觉好多粉丝都系咧攞咗个冠军之后就唔够胆再玩，其实真系唔使咁样嘅 OK， 攞咗冠军咪照嚟玩都冇所谓，今次第一同第三名都第三名就未决定啊，第三诶 Ken Sen 报名喎。你阿 Ken Sen 话报名 ，OK？ 唔会 ，OK 嘅。上届你赢到 Ken Sen 喎，上届 Ken Sen 季军，你亚军喎。系啊，你赢同高和人啊，非常之犀利。同高和人今届都有报啊，今届都有报啊。佢话今次 COD 同足小都有信心入前三嘅话。都唔差唔差 ，OK。哼哼，素晴らしい戦いだったわ。但系大家都系 S1 喎，所以系会系睇技术嘅，都系睇技术嘅，系啊，打技术嘅。系啊，所以今次你 Ken Sen 你会唔会想都系避开 Matthew 啊？都系 Ken Sen 你会唔会想避开 Matthew 啊？都系。比赛嗰日让下佢喎 ，Matthew 佢叫你。如果可以斗到嘅话，嗯。好啦，如果可以，我超级 OP 又嚟。超级 OP 话又嚟系嘛 ？OK。我入咗你一球之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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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而家邀埋你，邀紧你。邀埋 Matthew 啦，邀阿 Matthew 啦，已经邀阿 Matthew， 邀晒咯，邀晒你哋，系啊，邀晒你哋啊，已经。加油加油加油 ！Ken Sen 话今次要减到大家日本队全部零 buff 喎 ，Ken Sen 你今次系咪又谂住出外国人队啊？即系谂住出欧洲队啊？又谂住，定系谂住出南美队啊？你谂住？咁又唔使，你可以试下同佢对打嘅。
廿几个箭仔有冇咁夸张 ？OK OK， 佢冇咁多，冇咁多廿几个箭仔，我都觉得冇咁多。不过 Matthew 系用一种夸张啲嘅方法嚟形容俾大家睇。系啊，应该系正路都系八九个。如果就算最多，系啊系啊。唔系，佢整晒成队都潜能觉醒就系咁噶啦。系啊，因为佢每一个潜能觉醒都有箭嘴啊嘛，咁咪成队十一个，咪最多十一只箭嘴咯。应该听我嚟讲，你都可以嘅，你都可以嘅。系啊，佢专登嚟减箭威啊嘛。Matthew， 你都可以试下加入啲潜能觉醒嗰啲咯。你加下啲潜能觉醒嗰啲，睇下对你有冇帮助咯。系啊，搞掂佢啦，一个避震搞掂佢啦。K K 话轻声对 Simon， 哦，即系你打我 P V P 会惨埋，又唔会。K K， 我哋开心切磋啫，你点开打？系，请讲。系啊，而家嚟啊，加啊，加除非好似少年英雄 Simon 都咁有双盾，诶，俾你发现咗有双盾啊嘛 ，OK。大家知唔知道我雙盾攞嚟做咩？請講，唔係係擋住人哋減我，人哋減我唔到啊！每一個盾有5% 嘅減，佢哋一個箭水加得1%，但係我一個盾擋人5%，即係兩個盾即係等於擋到對方嘅10% 嘅減，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即系同邵永生嘅性格一样咯，唔会攻击人哋咯，系净系防守咯嘅，净系保护自己。系，请讲。咁点解你唔用潜能觉醒咧？点解你唔用咧 ？OK。70万系嘛 ？OK。都冇啊。哦，即系你用潜能觉醒，佢70万都冇。哦 ，OK OK。咁你都系用翻你嗰队啦，你都用翻你嗰队啦。最舊嗰只其實就唔建議你用咯，你嗰只咁勁，你嗰只咁勁，我覺得你 OK。不過你要考慮下你林元三用邊一隻咯，你睇下你用拳頭林元三定係用嗰、那個用嗰只，因為都係 S1 嘅嘛，所以你自己諗下你用邊只林元三，因為我知道你有幾隻林元三，健威就唔使諗噶啦，健威一定係用嗰只嘅4.5分健威噶啦。但系至于你话林元三，你自己考虑翻，你会用边一只咯嘅？前锋嗰只你有咩？前锋剑威原来 Matthew 有喎、okay ，但系冇人会咁傻摆落去咯，咁咪即系令到自己日本队冇咗个龙门。系，请讲。哦、oh, ，OK。佢个剑威系前锋啊嘛 ，OK。咁啊超惨 ，OK。系，请讲。你有 S 技嗰只系嘛？技术性嗰只 ，OK。东波嗰只唔差、啊，嗰只国中嗰只咯，只。嗰中嗰只 OK 嘅，仲劲过九，仲劲过100嗰只健威，100嗰只健威我已经将佢由后备直摆埋咗啦，已经。我得97健。97健啦，97健威 good 啦，97健威 good 啦，97健威 good 啦。系啊，97健威 good 啦，97健威 good 啦嘅。加油啊，嚟啊，加油加油，非常之正嘅。三只林元三只 ，OK， 你边三只先？边三只啊？97最旧嗰只嘅林元三，哦，97林元三只速熟性嗰只，拳头仲有边只？仲有最旧嗰只 ，OK， 三只，咁你一定系用一，一系用100，一系用97嗰只，一系就系用拳头啦，你自己谂你想用边只啦？呢两只。
你要知道今次比赛是 S1， 你不需要担心你练开的只是 S99。 你自己考虑一下，你觉得哪只会好一点？因为拳头那只的好处就是可以有 40% 加成嘛，而97那只就可以有禁区加成。你觉得你自己适合哪种类型？これだわ。即是哪只啊？换翻嚟嗰只，嗰只一定唔好。但系听声话元祖元山同拳头好喎，同你讲，佢话97失误就死喎，佢话。呢个系HKCC 季军俾 HKCC 亚军嘅建议啊嘅。佢话得7500啫，佢话得7500啫，拳头三得。素晴らしい戦いだったわ。你可以自己试下用下咯，睇下边只好啲咯，睇下边只好啲，边只 S1 好啲咯，睇下。系，请讲。系啊，打多铺就打多铺，跟住我哋就去 Call of Duty 啦。一阵可以同阿 Matthew 一齐玩 ，Matthew 可以玩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只叫做求生啊，求生啊，俾你试下玩下求生。系啊，防护盾，你玩我其实觉得你好适合玩 Call of Duty 嘅。因为 Call of Duty 其实是讲一个整个战场的临场感的。咁啊 ，Elvin 同埋 Kelvin 同埋你都系喺呢方面都系几优秀。因为我同粉丝玩咧，我会好直接可以能够评核得到粉丝玩嘅时候嗰个情况。咁我其实觉得 Matthew 喺枪呢方面其实有啲天分，佢同阿 Kelvin 同埋 Elvin 一样都系有天分。咁但系问题系究竟佢愿唔愿意，佢愿唔愿意去参加比赛，就睇佢自己意愿咯嘅。因为其实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些正式的正统的比赛的。因为那场不是看你一打一的，是看你整个八个人围殴，然后跟着看看哪个拿到最高分。所以其实是好看你怎样运用的战场，怎样去运用你的技术去赢。所以不是说只是单纯就是说你肥死对方就得了，而是要看你当时候那个纵观那个看那个场的那个能力。我觉得这方面你们三位都是非常之犀利。咁當然 Elvin 同 Kelvin 已經報名啦，咁就睇下 Matthew 自己會唔會想報埋名玩下啦，試下好嘅。點知 Matthew 報咗名，真係攞咗冠軍就搞笑嘅。好啦，可以，可能係噶，真係唔係講笑嘅。咁我準備嚟啊，加油 ，OK。等多一位粉絲入嚟 ，Matthew 你入嚟啊 ，Matthew 入嚟啊 ，Matthew 爭你啊，而家。等你入埋嚟，我哋開始埋最後呢一場，跟住我哋就去 Call of Duty。咁啊，等佢入埋嚟，我哋玩埋呢一場。係啊，等你入埋呢一場 ，OK。哦、oh, ，OK， 咁我哋等多个粉丝，有冇一个粉丝入嚟支援我哋？我哋打埋呢一场之后咧，跟住就去我哋 Call of Duty 啦 ，OK。等多一个粉丝入嚟 ，OK， 加油嘅，烧啲腰你系咪可以啊？同高华人可以。可以啊，一阵邀你玩 ，Kelvin 一阵邀你玩，等你练习下比赛，等你练习下比赛。咁啊，准备嚟，系啊，加油，等你练下枪法啦，等你练下枪法嘅。Hello， 杰洛，杰洛招咗你，你入唔入到嚟啊，杰洛？招咗你喎，只咯，系啊，招咗你。你有几多靓娘仔啊嘛 ？OK， 入到嚟未？入到嚟我哋。你有几多靓？我唔记得我自己，我记得我有只记嘅限定娘仔，同埋100嘅娘仔我都有。但系你话其他嗰啲我真系唔记得喎，其他嗰啲我真系不是太记得喎，真系 OK。其他嗰啲有几多我真系不行癫喎。咁我插埋地裝一場話就快 ，OK。咁正嘅話 ，OK，Terence 就嚟啊嘛 ，Terence， 歡迎曬 Terence，OK。但我哋諗住玩一場嘅 ，OK。點啊？你開乜嘢你？點樣開股啊？我有幾多隻娘仔咧？係啊，你有幾多隻娘仔？OK。係啊，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OK。我一隻都冇啊！加油！而家需要一个粉丝入嚟支援我哋玩埋呢一场，我哋就去下一只 game 啦。OK， 有冇一位粉丝入嚟支援我哋？跟住我哋玩埋呢场，我哋就去 Call of Duty 啦，系咪？有冇快速揸场嘅 ？OK， 定系我哋高咗先啊？我哋高咗，快脆高咗。有冇粉丝入嚟打场？哎呀，有粉丝入嚟，咁啊高得啦！哇，三个竹篮我哋，阿 TT 入咗嚟，阿 Terence 入咗嚟 ，OK。咁嚟料啊，第一阶啦，
係啊，非常之好嘅鏡。咁嚟啊嘅，通常最後一場都係咁嘅，最後一場啲人又諗住鏡開唔開 game 好咧，你又唔係仲有幾場，仲有幾場話入 game 嘅，所以個個都係咁，個個都諗住哎呀快快脆脆打埋佢咧個場。咁嚟了啊嘅，呢個地震，係請講。系，系啊，可以啊，我同你试一场啦，其实应该得嘅，冇问题。你嘅烈阿六沙已经成型啦，所以应该冇问题。系啊，我肯定我同你两个打都 OK， 绝对 OK 啊。因为实力一定够咯，第二关特别系。我觉得就算你自己一个，应该都有机会得啊。你睇你一嘢都挣佢2100啦都，你一嘢都挣佢2100，点会冇可能？素晴らしい戦いだったわ。系啊，所以强烈建议大家自己打嘅话，记住打第二关，非常之容易嘅。耶、yeah, ，又同大家拆咗一个钟啦，非常之正。咁啊，跟住我哋去到 Call of Duty 时间啦，放心，大家记住快啲攞支神兽嘅。咁呢个神兽活动去到1月22号，1月15号就会下昼2点香港时间就会正式推出任天堂嘅嗰个角色啦。想知道系咩角色，非常之容易，留意《少年英雄沙丘》粉丝专页嗰段影片，咁你就可以估得到究竟系乜嘢噶啦。Matthew， 你估唔估到系乜嘢？睇完嗰段影片，有冇粉丝估到嗰只系乜嘢？乜嘢啊？乜嘢啊？你要咩片啊？一阵间，有冇粉丝估得到嗰只系咩？如果你想估嘅话，记住订阅同埋 like follow 笑勇沙丘嘅飞友粉丝专页，咁你就会睇到嗰段影片噶啦。OK， 系啊，可以睇嗰段影片，咁你就会估系边只。系警讲，系火属性，系火属性嘅。OK， 你到时睇下佢开估系乜嘢，开估系乜嘢。OK， 咁啊，等你啊，记住可以加入成为我 VIP 粉丝啦，尽享专上权利啦。OK， 喺下面加入就得啦。OK， 好，事不宜迟啦，我哋而家即刻去下一只 game。就是我哋嘅 Call of Duty， 一阵见，拜拜！记得叫埋身边嘅朋友仔、同学仔、屋企人一齐嚟玩啊！嘅一齐直播玩，订阅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 like follow 我嘅粉丝专页，同埋加入成为 VIP 粉丝嘅。好，一阵见，拜拜！